时间 15.12.76 三连画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。他的创作者是华裔法籍画家赵无极先生。在上个世纪70年代，赵无极先生不断地推陈出新，他在创作技法及思路上进行了各种层面的探索。面前是一幅三连画，尽管画面中间厚重的肌理看起来暴力而激烈，白色闪光炸裂在色块之中，但相对的画面的其他地方却仍然看起来较为轻薄，不同的颜色被画笔调和，产生出一种平静的效果。这幅画创作于1976年，现在属于私人收藏。整幅画面呈现如山水画一样的透气感，在喧嚣当中又有冷静交叠在一起。绘林时间，法国巴黎。